原来已经铺了颗粒土了，主要是用来铺了一些小精品的。你看，铺上以后会很好看，用那些小精品铺上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效果，铺面防虫，美观度非常强。敞口盆里面铺上会更好看，质地很棒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粉末。这个太嫩了。很好看的一款铺面石。这我的这个盆太普通了，你要用一点那种就是纯白色或纯黑色那些八角盆啊，或者方盆啊，会特别好看。你看